知名时尚杂志庆祝创立70周年，特地在信义区举办年度艺术展，请来女神级演员林心如出席活动，打破以往甜美温柔的形象，林心如一身80年代朋克摇滚风格，大秀修长美腿，让在场的艺术大师忍不住提笔为她即兴创作。林心如日前和好友徐伟宁在台北小巨蛋观赏演唱会时，在网络上传一张两人拿着酒瓶的照片，因为小巨蛋内禁止饮食而引发风波。被问到这个问题，林心如先是愣了一下，接着为自己的不良示范道歉。哦，对，如果做出了不良示范，请大家见谅，非常不好意思。我非常非常非常希望友鹏还有舒淇都能够得奖，两个都是我的好朋友，希望一个可以得最佳新导演，一个可以得最佳女主角。Yes 娱乐新闻中心台北报道。